李俊賢，你上次講過咧話咧，就討論嘅範疇裏邊咧，如果係要展示嗰啲嘅展品嘅話咧，必須同嗰個討論範疇有關嘅。咁而家想問問在場我哋嘅議會廳嗰邊，如果展示嗰啲嘅展品咧，同我哋今個議程討論有冇關嘅咧？啊，我亦都請而家有展示我哋嘅物品嘅議員咧，説明啊，黃君議員。多謝主席。 我而家嘅指示當然係同呢個項目係有關啦，因為今日係進入拉布第二日，咁如果以每日255萬嘅公帑被浪費咧，今日嘅公帑浪費係510萬，咁因此咧，其實我係好希望咧係盡快係主席咧嚟去展報嘅，所以我呢個展示項目好似呢把金爆剪，從第一日我已經擺咗喺度噶啦，都係同成個嘅議程都係有關嘅。 黃君議員，鑑於我哋第一項嘅呢個辯論咧，係已經喺數小時之內已經結束。我建議咧，我明白你嗰個擔心，但我建議咧，你展示嘅嗰啲物品咧，喺你真正係發現我哋嗰個拉布，你所講嘅拉布係已經進行嘅時候咧，然後再展示出嚟。 我認為你應該暫時咧將佢收起嚟，到你真係發現有所謂拉布嘅情況。因為咧，而家我哋第一項嘅呢個辯論咧係已經完咗啦，第二項啱啱開始，你係要説明你認為已經有拉布進行咧，我認為暫時係未曾有足夠嘅理據嘅。我亦都希望咧，正如上一次我同有關嘅議員講，我希望佢哋用。 佢哋嘅行動證明係冇呢個拉布呢樣嘢，咁就唔需要有呢啲咁嘅即係表態嘅一啲行為啦。所以我請你咧，先將你現在嘅嗰個展示嘅咧係收翻埋先，到你覺得個拉布已經實際上已經進行緊啦，咁咧就再你可以再考慮再展示出嚟。主席，其實而家個拉布已經拉緊喺度㗎啦。 我第一喺上個星期同埋今朝進行嘅辯論當中咧，我係好留意議員發言嘅內容。議員咧並未有表示咧係有任何即係話佢哋要進行呢個拉布。當然呢個係一個客觀嘅事實。我覺得依然都係請議員係見到有足夠嘅理據説明。 而家我哋呢個辯論咧已經係冗長而冇意義，你覺得已經係拉布咧，然後先至提出你嘅意見，就比較合適一啲。好啊，主席，我而家咧接納你嘅建議，不過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唔好出現農夫和蛇嘅結果。喂，我唔識解喎。梁國雄議員，你上網可以睇到噶啦。陳偉業議員，請你發言，請你動議議案同埋發言。主席。 主席，我希望啲議員尊重主席嘅裁決，等佢先收咗啲儀器，我哋正式發言。黃君議員，請你係咪將先將你嘅展示嘅物品先？我而家就係進行緊，而家進行緊，所以咧要拉布啲議員就請你繼續發言啦。即係我覺得不能夠忍受啊，因為我哋根據七十九條議事，嗱，任何議員要發言咧，首先應該示意，我叫佢嘅名先至。 可以起身發言，唔係隨意起身發言嘅啦。梁議員，如果你違反議事規則咧，你都知道我係唔容許你繼續留喺個議事廳裏邊嘅。黃君議員，請你迅速一啲，收起你嗰啲展品。梁國雄議員，咩問題？可唔可以暫時休會等啊？黃國興議員咁緩慢嘅工作完成，我哋至正式重新啟動嘅辯論咧？我見到黃議員已經係進行緊佢嘅工作，我所以我認為無需要暫停會議。 梁國雄議員，我想做主席做個裁決。當我喺度根據議事規則同埋七十九條嘅行使職權嘅時候，竟然間被指為浪費公帑，咁你即係話而家全部人浪費公帑㗎啦？即係呢個係對個議會嘅侮辱嚟㗎嘛？梁國雄議員，邊係我個人嘅事啫？梁國雄議員，如果唔係你趕咗我出去啦！梁國雄議員，請你坐低。有冇搞錯啊？
凡是涉及议员发言的时候，如果有其他议员指出你违反议事规则呢，他需要指出他的理据，我就会听他之后呢是会做裁决，我的裁决就是最终的。但是在议员发言的时候，如果牵涉到有互相的批评，只要是没有违反议事规则，被批评的议员呢完全可以循正常的途径来到作回应的。这个不涉及到议事规则的问题。所以请大家呢是不要再妨碍个会议进行了。陈伟业议员。主席，我想问你裁决，黄国兴家是不是拉布紧你那个的裁决呢？咁缓慢。我见到黄议员已经进行紧，你请你现在就发言。主席，他的手脚真的很缓慢，动议案。好像有白金信证咁样。